副省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印记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埋有你的印记。副省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样我们知道，在我们身上落下这些印记的时候，必然是痛苦或者曲折。但是副省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差遣圣子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就是我们也谢谢你，因为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可以靠着你所赐的力量，坚定的迈向你要我们所去的那条路上。帮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耶稣的身上，单单的仰望他，单单的向他学习。在我们人生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不如意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看见思想上未来有一天我们在你那里所赐给我们的福分，也帮助我们学习，那我们要成长，我们就必须付上代价。这种再次的谢谢你，因为你今天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一起敬拜你，我们在这里唱诗，我们也要一起读圣经，我们要聆听从你那里透过千惠牧师所告诉我们的讯息，帮助我们把这些讯息能够记在我们心里面，成为我们未来一个礼拜生活的力量，让我们有方向有目标，能够坚定的继续往前走。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许多人的需要，让我们能够分享一些我们家里所不需要用的，带到你们面前，透过一些方法，我们可以送到非洲去，帮助那里有需要的人。也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非洲的需要，也看到我们教会周围一些老人的需要，少年儿童或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子他们成长的需要，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寻找出一个方式、一个方法来服侍你，也帮助我们愿意投入我们自己的时间、精神、金钱、祷告在这个上面。父神，我们愿意向你透过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愤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一段圣经，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七节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七节，请弟兄姐妹仔细来听我所念的。有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父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长寿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然后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
带到店那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，交给店主说：“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”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银色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：“你去照样行吧。”接下来我们请千惠牧师来为我们证道。牧师主要证道的题目是“有爱罪人”这件事情。